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，不知道说起他的名字有没有人记得他，不过他也出演过不少作品，合作很多大牌明星。他是张慧雯。张慧雯1993年9月13日出生于江西省鹰潭市，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，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2010十级本科民族民间舞专业。张慧雯因出演张艺谋执导的电影《归来》而获得第九届亚洲电影大奖、最佳新演员奖以及多个奖项，从此开始了演艺生涯。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你在娱乐圈混迹，不仅要靠实力，有时候伯乐也很重要。张艺谋就是他的伯乐，可能没有张艺谋的提携，现在也没人认识他。主演青春校园爱情电影《栀子花开》，这部剧由何炅导演，李易峰、蒋劲夫、张雨曦主演的作品。张慧雯在剧中饰演女主角妍希，再次与李易峰合作拍摄微电影《谁是你的菜》2015，拍摄时尚奇幻侦探动作片《大侦探霍桑》，在片中饰演神秘性感的白牡丹，合作张家辉、古天乐、佘诗曼等出演《使徒行者》，在剧中饰演小英，合作欧豪、杨紫、高泰宇，在《世界中心呼唤爱》他饰演阳光爽朗的三好学生夏夜。今年又合作黄晓明、刘昊然、佟丽娅、张慧雯、孙淳、吴昊辰、梅婷、张博、郭京飞、乔欣出演《琅琊榜之风起长林》，在剧中他饰演林夕，喜欢萧平金。这位21岁便被某女郎光环附身的姑娘，没那么严肃刻板，更没一丝伶俐心狠，就是个言笑晏晏、古灵精怪的邻家小女孩。作为非科班出身的影视圈新人，张慧雯在面对访问时亦毫无职业雕琢痕迹，有一说一，直来直去。张艺谋曾评价张慧雯，张慧雯很有悟性。陈道明评价她也是一个很有灵气的年轻演员。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，张慧雯表示，我的大学生活比较单一，就是在学校刻苦练功，有过比较喜欢的暗恋过的男生，但没有刻骨铭心的那种，现在想想有点遗憾。张慧雯表示自己非常希望和鹿晗合作，并称赞鹿晗有礼貌。节目中鹿晗曾搭配张慧雯一组，被赞最高颜值 CP。 在生活中有无交集我们就不知道了。出生于93年的张慧雯今年才24岁，就合作过很多大牌明星，可谓是前途无量。在这里也祝福她能早日走红，以及找到一个好的男朋友，加油。